有两本书，天下间得你记得呢？有气质干部之郎，九尾鹿，新风子，那是什么？是七条之灵的拥有者。哇，全想忘了你，万却想未到，原来要忘却这个人，竟是这般痛苦。红花，将你的七条之灵封印，尊上人之心又如何说是无辜之人？